这是一个大约500公斤的鱼货，有的还800公斤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，等一下要爬坡上的一个测试。这边的水分、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所以在这个喷染的地方，该喷的地方，防潮的地方该做还是要做，不然很容易遭受到侵蚀。你看到没有？很容易啊，细节要注意哦。